为什么三位母子一起上路？我能重来，固定要你们血债血偿。我这是回到了五年前吗？我现在只想与你相安无事。以你的身份能跟我相安无事吗？一个惺惺作态的妹妹和一个虚情假意的青梅竹马，你们等着，这只是个开始。你要背叛李默与本王结盟，空口无凭，你如何说服我？王爷陪我演一出戏吧。我喜欢的人只有李默，我感兴趣的只有你的怒。请王爷提早做好准备，他一定会在圣上面前构陷王爷。共叔背后指使你的主子二小姐，胡说八道，拖出去乱棍打死。这个报仇的机会我已经等待多年，把你碎尸万段，葬于死无葬身之地。